今天来这个郑州的古玩市场地摊儿，在他这个五楼，然后来这儿转转。带钩儿，你先给他掏吧。我给他掏这现在天冷了呀，然后人也少了，摆摊的人不多。我有300块钱，那玩意儿来讲都很贵。这边卖瓷片的，这个看一个罐子。真大个玉猪龙啊，这这东西国宝啊，如果真的是。今天人不多，今天人摆摊人不多，天冷了可能。这个小杯子口有问题。